我叫李素贞，是K3案子的参与者。这个皮衣女郎很有可能会出现。我真的不应该让你上那趟车。 我们一起，你咱出席。你和子文的关系，今晚必须了解。众人呐，聊可以啊。要赚大钱就铤而走险。他们今天凌晨两点要去干一件大事。就我和上个人，还有珍珍。想要跟我一起做事，不想让你成长。你懂我啊，李总。 他迟早会连累我们的，我得给你根据。